主料：猪肝200克，泡菜50克，蒜苗25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、淀粉、姜、大葱、生抽、白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猪肝用清水泡去血水，记得中途要换水很多次。切片，用盐、料酒、生抽、淀粉腌20分钟，腌出的水倒掉不要。泡菜切块，姜葱切粒，炒锅多放一些油，有热后下泡菜和姜葱炒出味，放入猪肝片炒，放蒜苗炒，调入白糖、生抽、盐，炒匀。烹饪技巧，猪肝一定要提前用清水泡去血水，记得换水炒的时候全程大火猛火，动作麻利点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